哎，终于来车了！哎，不管了，别往那边开！哎，回来了！哎，快回来了！好，终于可以上菜了啊！饿了半天了啊！哎，怎么车冒烟了？哎，有人打他们呢！我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这样打爆车！哎呀，老哥，这……哎呀，没子弹了！这是不是有点……哎，人家做成饭，然后我吃了。哎，这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咱这个这都又封烟了，故意拦房子啊，拦房打的。这没事，咱这就根本就不算占便宜，对不对？咱靠咱实力堵桥，干嘛说咱啊这占便宜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倒白不搞，这没说没，哎，看那个车，好像是看那个车。哎，他们准备过了啊，他们准备过了，红色的应该是，不知道啥车。哎，又冒烟了！哎，又冒烟了！别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不打我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哈哈哈！我操，又捡一个人头，又让他们车打爆，然后我捡人头，这。老哥，要不要再来一波？哎，再来一波，兄弟，他们肯定那边也是在想，我操，这娘的，再干这种事的人真不要脸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赌桥啊，不在乎那些要不要脸的事儿啊，到手的人头才算人头，对不对？嗯。不是闲了个门了啊！你打半天做这么长时间的饭，厨子没见过嘞！你这，那都捡东西走吧我。啊！你老哥，我捡东西你来了。这车厨子跟你说没一个好东西。来这，哎，别停别停！我一车人，我操！下！哈哈，厨子来了啊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！再往这边游，没事，他们车没动啊，不着急，他们没……哎，这俩人跟我一块游了，不是都跳下来了？上面还有人在跑，咦、哎，这不行，往那边游咱卡不住啊！他桥上有人，下面有人游，咱这弄不住，谁先到那头，人家先到，人家比我游得快，哈、啊，不行，没事，他们车还在上面，没开车，咱开他们车走，然后到那头再堵他们一波，应该时间够。我跟你说，我拿捏住了啊，这把绝对能堵桥成功。你看好了，他们好像四个人，应该三个人四个人啊，反正一个都跑不掉。我跟你说，我弄死他们。厨子，我的厨子。哎，还有人在跑哦，那个人还没跑过去。你跑啊！你挖！哎，他们车不会开了啊，他们车开到那个这边了。我说为啥都跳了？我操！这时候我跑过去时间不够，因为那边人差不多应该已经登岸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跑过去，人家拐过来就能打我，所以说现在我要上桥顶，他们要还拼命堵我一波的话，我还有一杀之地啊！我说过了，我要干掉他们两个，我相信我有这个实力。那边没有车，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车啊，但是刚才从这个桥上看着没看到车，可能远处会有，跟前是绝对没有，但有船。但这个圈他，哎，我操！你别闹，我刚说船你啊，两个，哎，下来一个嘛！我操，打这么准，打这么稳，你不下来一个，中三枪了，这三枪不下来，我没招，还没能量的情况下，是不是？打爆他，还能打爆吗？哎，炸到一个。引爆一个，哈哈！我操，到最后搞爆一个啊！我去，可惜了，赶快走！哎，不知道有没有车，没车我就堵死了。这一把就真压丢啊，兄弟！好不容易找辆车，我进圈绝对没问题，哈哈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一波再杀个十个人，还剩13个，再杀10个没问题，没事，不要紧，不行咱开个挂，啊，科技一开，立马神力无边。好，进圈了，这没人吧？别有人啊！别开玩笑，我没时间开挂，我先打个药。呀，真的没人啊？那行，那这会儿我就稳了。哎，狙手，请求阴人。哎，露头。有车声。哎，在左边。完了，可能满编队。哎，好像只有一个人。啊，打你丫的！
兄弟啊，你这是搞到哪出？你这是还没直接死，决赛圈有队友肯定一起，所以说他这个有队友，队友可能也会赶过来，所以说我要快一点。行啊，装备可以，半天没车声，他这家队友不在一块儿嘛，按理说不应该啊，没事咱好好换装备啊，不着急，反正他没队友没来，来了再看，不一定看到我，因为我有吉利服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看不到人啊，我感觉我应该不能下车，万一突然间来车或来老六的话，咱这个在下面很容易死，对不对？哎，厕所门口有个车，看到没有？我打赌厕所里面有人，肯定有人。把车轮胎响，因为他跑多速，然后好搞他。哎，你看看倒霉不倒霉？嘿嘿，别哎，看到了，来，风和烟，烟没起来，直接秒了他，在这儿。兄弟，这叫什么枪法？在烟里面，我操，怎么又来车了？哎，两个，哎呀，这我操！